大家好，你好，啊，李乔，我最喜欢的台湾的一家店，在中山北路跟不是中山北，林森北路跟新山北路吗？对，林森北路，很棒的老板娘，赶快来喝茶。然后我的同事也推荐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推荐的是吧？你最喜欢的是红玉高山红玉。对耶。美味しいです。ぜひ来てください。それでは。また編集する。編集します。他会剪辑。因为我装着 MacBook。哦。那个电脑真的厉害。那个真的很好。そうでしょう。这样的时候，现我们然后那个在上面的主持人说，我们要开始说喽，接下来会是谁嘞？然后开始音乐来了，他就开始跳舞。他开始跳舞，跳完跳完跳舞跳完之后，主持人说。是一位日本人哦，花田周繁树，中山繁树，中山。那时候是 Gangnam Style 的那个歌的时候， Gangnam Style。哦哦哦，那你明年你有送吗？没有送。明年 iPhone。很好的同事送 iPhone 哎。对啊，五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可以耶！哇，等于白赚了。原价是75,000多。对啊，哇，还不知道哎，对啊，因为我本来想要买一台，原来是 Nico 中哎，1-2万的电脑，但是给我们的 Torre 教育的，重要的人，好 lucky 哦，真的好 lucky， 羡慕，对啊，超棒，以及咖啡机啊什么的，新人很多哎，ユリはもうあれ自動歯ブラシ，哦。哎，是很好贵的。红乌龙上次有喝吗？有点忘记。应该有。喝一次看看。对啊。谢谢。走。我拿我的杯子。嗯。它就是也是比较偏香甜的，然后它比较特别，跟红茶比较不一样，就是它其实味道没有红玉这么浓那么重，香气啦，可是它喝起来是顺的。嗯。然后你不觉得红玉其实不好泡吗？你怎么喝红玉？超难，我就放在保温杯里面泡，就直接抓你进去。哦，就是那种。对对，这样的话 OK， 这样可以。可是如果你是用壶泡的话，其实红玉很不好抓比例。啊，真的好神奇。对，所以这个陶器泡比较好用，对不对？等它收干。对啊，我们泡的都是很 take it off， 就是红玉这样其实就好喝了。哦，很香，对，很香。其实红玉的那个泡法，大壶泡我觉得是最好的。大壶是什么？就是像你说保温杯，哦，保温杯，大的杯子，然后丢一些下去这样喝是最好的。最好的。你用那个茶壶泡啊，它很浓，可是就是比例真的非常难抓。但它茶壶很小，很小，然后你又不能泡，又不能泡大，嗯，所以我就很讨厌，就不是讨厌泡这个，是我泡的我都会比较紧张一点。哦。看看跟我自己泡的一样，好喝一样，哎，真的很香哦。我下次也想要做红玉茶叶蛋，嗯，好喝，有甜又有香，嗯，好喝哎，好喝，真的好喝。用小火泡金水啦，可是就是麻烦，嗯，啊，我也喜欢用大火泡。嗯，我们一人一杯，嗯，哎，我也是这样，就是没有用那个，对，我们自己做茶店都一人一个大杯子，嗯，好，嗯，我帮他，谢谢，拜拜，结账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。発酵が違うの？对，它就是一般手谱，这个因为我也不会用日文，一般手谱就会像那种老茶、乌龙茶下去放很久。然后生普的话，就是像我们刚刚喝的冻的这种发酵程度比较低的。然后这个是大陆的生普，指的就是完全没发酵的，他们摘完之后就开始去压，然后放。と中国のあのフワはほとんどあの発酵したことないやつ。嗯。还好，然后下去放，所以它这个至少要放5年以上才会好。嗯。本当にあの丸いやつ。すごい。所以它颜色就不一样，我们一般喝的是颜色很浓，对，看它的叶子。我对，丸くあれしてないんだ。マクレは十年。十年。对，十年。
然后就是巴拉巴拉，巴拉巴拉，巴拉巴拉。嗯，我家的不知道多少，我家不知道放多少年，但是应该是没有五年。没关系，它这个锁骨吗？应该是生骨。哦，生骨的话就再多放一些，因为生骨放久了比较好喝。啊，锁骨的话就比较没差。因为那个也是我爸从大陆带回来的，哦，所以应该也是生骨。对对对，生骨比较好，应该不是比较好，就是。不太一样，功效有点不太一样，你要及时翻译。功效，这里也做。功效会有一点点不一样，生普跟熟普的功效不，其实生普的话呢，発酵した普洱茶と発酵していない普洱茶は、なんか利益、なんか飲むと利益と違うらしい。应该应该我错的，是这家。啊，是的。三回目ぐらい。这个是没有发酵的，这个就是生普。那我们这个已经十年了，然后熟普的话，其实五年就很好喝。那生普的话也是放五年。生茶と熟茶って分かる？因为它一开始喝，你下次只是刚买来喝，経年により麹で発酵されるのが熟茶で。経年により熟成させたら生茶。它一定要放超过大概五年才会慢慢的好喝。所以这个是鲜茶吗？这个吗？鲜茶、熟茶。一般都是熟茶。熟茶。熟茶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生。鲜茶 ，OK。对，生普。生普。生的普洱茶。生普洱茶。生的。打一个那个生气的生。生气的生。这个吗？鲜茶。生普洱茶，从包装上可以看出来，就是生普还是熟普吗？就一定要店家跟你讲说是生普还是熟普？打开，你看得出来？打开，像你看这个颜色，这个我等下倒出来。所以它是先卧堆。之后发酵完之后，麹で発酵したものが発酵したこやつと普通に発酵してないやつ。で経年で熟成させてる。ってことは生のままこう丸めてるってこと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なんか生のままでなんかあの形にする。でそしてこれはあの発酵してからあの丸めて。そうそうそう。因为它这种会洗过，所以不用担心。これ初めての。哇，すごい深いね味が。生普闻起来有草味。对，就是草味，青草的味道。它比较偏向于自然的香气。